汤姆，醒醒，你有一个电话。看起来警车马特遇到麻烦了，汤姆，让我们去帮助他。但是马特在哪里？你能看见他吗？也许他在游乐场。不，他也不在这里。看，汤姆，我们已经找到他了，让我们去他那里。你好，马特，不要担心，汤姆在这里帮助你。完美，现在让我们回到车库去吧。我们应该怎么对汤姆开始呢？太好了，让我们先更换发动机。我们把旧的取走，用新的取代它。你看到马特的新引擎了吗，汤姆？那看上去很完美。还有什么我们应该做的，汤姆？你说的对，让我们把车轮换了。要换车轮，我们需要把马特垫高一点。我们需要哪些？这些？你说的对，它们太大了。也许这些？没错，这些是自行车的轮子。这些刚刚好。让我们去换车轮吧。这是什么，汤姆？当然，汤姆，一个全新的旋转警灯。这是个多么好的主意！哇哦，马特，你看上去焕然一新。下次见，马特。干得棒，汤姆！再见。订阅。